浦项的最后营业日，留给客人最美好的回忆。오늘저희타라던바다에와서드신여러분잊지못할그런좋은추억이었으면좋겠다라고생각하고요鬼怪搭档执行近海任务，李东旭因低温折返而懊恼。盼望酒吧来到高雄再次开张，会给客人带来什么惊喜呢？손님들이비주얼을엄청나게만족해하시고너무맛있고있다고享受疗愈，盼望的大海，每周六日敬请锁定爱达影剧台35频道。